买了车，一起去旅游。终于，你们拥有自己的房子。但是即将进入到第十一局的上半，富邦将这时候再度的来更换投手，上场接力投球，球背后五十号板凳暴徒吴世豪。九局下半形成一人出局。但是回报高空遭到了三振出局，副班将放下了反弹球，有地方。一起来，放放枪，放放枪！我爱王振豪。